滚筒洗衣机怎么清洗？海尔滚筒洗衣机是很多家庭的首选。那么你知道滚筒洗衣机的清洗方法吗？滚筒洗衣机清洗的地方主要有三个。一是洗衣机盒，洗衣机盒位于洗衣机的左上方。洗衣机盒里面一定要清洗干净，不然会影响洗衣服的整体清洁效果。二是右下角的排污口，清洗右下角的排污口要注意，应该在断电的情况下，用手指按住右下角的排污口开关压片，并打开，拧开黑色阀门，将里面的脏东西掏出来，并清洗干净即可。三是洗衣机滚筒，清洗洗衣机滚筒应该要注意，首先将洗衣机电源插头接好，水阀打开，往洗衣机盒里倒入清洁剂或者洗衣粉，打开洗衣机开关按钮，选择洗衣模式，将洗衣机内部清洗干净，最后用抹布将滚筒的盖子和内部清洗干净即可。以上就是海尔滚筒洗衣机的清洗方法，你get到了吗？